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五月四号的新中华新闻，我是陈希美。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鹿港将滨港区要新建焚化炉的消息。针对这件代志，立委陈秀宝、黄秀峰、管议员郭燕玲、施佩瑜、后勤乡长张元丁等等民意代表，甲环保联盟以及鹿农足球会，特别周北去到立法院。针对经济部工业局核准厂商将地将滨港区设置焚化炉一案，表达强烈的反对诉求。立委、乡长、议员等等民意代表，甲用地协会、自由会等等团体，北上立法院，对经济部工业局核准厂商将地将滨港区设置焚化炉，表达强烈反对的诉求。要健康，要永续，要健康，要永续，拒绝金顶焚化炉，拒绝金顶焚化炉。反对新设焚化炉，地方声音要听见，地方声音要听见，要健康要永续，要健康要永续。鹿港将滨港区新建焚化炉一案，伫个地方是愈讨论愈激烈。福兴乡长张延廷表示，福兴的养殖业、鹿农业、农业拢是占全台真重要的地位，必须来捍卫乡民产业的生存空间，反对金顶焚化炉的设置。并且希望经济部工业局甲环保署会当重新来看，伫咧将滨工业区设置焚化炉，将对当地产业带来偌大的危害甲影响。金顶焚化炉设置在彰滨工业区，我们坚决反对。福兴乡有相当多的产业都是相当重要，我们的养殖业，还有我们的豆农业，还有我们的很多蔬果，都是站在在我们台湾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。我们的乳牛产业现值超过200亿，我们的产值一年超过20亿。你做了一个焚化炉来毁掉我们福兴乡的产业，相当不值得。我们站在反对的立场，捍卫我们乡民所有产业的生存空间，我们坚决反对。我们不希望说焚化炉设置在彰滨工业区，我们福兴乡在它的下风处，所有的二氧化碳，所有的碳排放都到我们回到我们福兴乡来，我们不希望说我们也不需要来承受这一些负担，我们也不希望说所有的事业废弃物到我们彰滨工业区来做焚烧。如果说我们福兴乡的产业受到污染，将会影响国人的健康。这间厂商他们已经是违法施工，而且不尊重我们，到现在也不跟我们沟通。然后当初在设置的时候，我们这些民意代表没有人知情。这一座焚化炉不是只烧我们彰化，是烧全国的，所以证明我们彰化县并不需要焚化炉。再来最严重的就是，它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孩子了。已经研究指出，空气污染的这些物质其实是会导致这些小朋友自闭、迟缓、过动的情形发生。然后我们在地的诊所医师以及老师都已经发现这些比例明显的攀升，从原本一个年级只有一两个，现在已经几乎要每班都有。这样严重影响我们下一代的安全。大家都是爸爸妈妈，都知道小朋友对我们是我们的心头宝，这样已经严重影响我们下一代。他这样目无法纪，这样是对的吗？然后你刚刚还跟大家说，他这样还要回去证明说他是违建，这样整排的照片难道不足以证明他是违建吗？你这不是让我们现场来这边的人看到你们的不作为吗？要这规划伫咧将滨港区新设焚化炉，地方民众是大力反对，真侪民意代表嘛拢跳出来做伙表达反对的立场，捍卫民众的空气品质。新中华新闻蔡亮清综合报道。